两岸的 ECFA 和全球的自由贸易协定都是禁止劳工跨越边境移动，入境工作的干部政府都有严格的管制，不应该误导民众，有工作权就有投票权。运营挡得住台湾赚钱的机会，请问民进党为了选票你敢期盼人民会这样行动？但在这八年，什么台湾经济却为什么没有改善呢？我第一个提出碳税条例发展条例，要求政府十年碳定价路径图，并要求接轨国际最低税支付，就是为了要打造台湾成一个亚洲科技中心。我也提出央行法修法，推动主权基金，要帮台湾人民赚钱。蓝绿两党都说要拼经济，为什么这多年来就无法改善就业环境呢？因为蓝绿不懂如何开源，也无法提升国家竞争力。政治的要的是执行力，而不是你们连抄都不会。我也主张引进欧盟的 GDPR 个资管理法，让人民做个资的主人，才能防止被诈骗。这一套是全世界最严格的规范，已经有50几个国家，包含日本、韩国，都已经采纳了。让我再说一遍，你们连抄都不会吗？1月13号 ，TVBS 新闻网开票特别报道 ，Facebook、YouTube 同步直播。下午3点，一切准备就绪；下午4点，最及时准确的开票；下午6点，大局鼎定，带给您现场第一手观察；晚上8点，政治新局，美中台关系带给你最深入分析。1月13，锁定 TVBS 新闻网。